姐妹针织上衣，而且你那个颜色好亮，我觉得你有点接见嘞，你有我的见哦。我自己有穿白色，可是白娘真的把白色弄不见了。但是公司还是有，就是这个颜色跟那个颜色。但这两个颜色呢，我相信就大家都会懂吧，因为秋天就是需要这个颜色。而且我身上这个，我刚刚穿上去之后，我自己好像也蛮喜欢的。真的吗？你好像是抹茶拿铁哦。我其实很浓，很浓，很浓。其实我个人蛮喜欢你身上这个颜色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也喜欢。对，好看，而且很显白。真的，我刚刚穿起来也觉得我觉得好像白了腰。对，绿色很显白，这个绿色不会让你就是浊掉，不用太担心。对，有些绿色穿起来会，你知道，整个人看起来很忧郁，然后上面有乌云的感觉。但是这个绿色反而很显白，不会，对，很亮，让皮肤看起来很亮。那我们可以往前一点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可以尽量往前看。那它是不是有做一点前短后长的感觉啊？有，然后前面也是 V， 一个 V， 大 V， 对，都是给大家看，都是一个 V。非常的骨感，然后我现在穿的皮裙是刚刚佳琪穿的。对，哎，你是会很紧吗？还有一个指头的空间，还有一个指头的空间，太瘦了吧？但是你也是，但是我上次拍照的时候是卡的。对啊，还是因为你变瘦了，他变瘦了，有吗？他今天请他吃饼干，他不吃饼干。没错，如果吃那个饼干，我就要处罚自己开始跳80下。对，他说他今天早上吃了半个什么蛋黄酥。上次就是我偷吃了，因为我真的很想吃蛋黄酥，然后我就偷吃了一半，然后那天我就处罚自己80下开始跳。因为夸张了，他是减肥狂人呢。开合跳是很消耗热量的一个运动。